独立芋头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戴手套，不然会咬手。然后这里我只有稍微用汤匙压一下，因为我想要保留多一点芋头的口感。西谷米煮到这样子就可以了，最后就是把它们结合在一起，这样就大功告成啦。处理芋头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戴手套，不然会咬手，或者是可以直接买超市那种已经切好，先把芋头切块，这样等一下蒸它的时候才不用蒸那么久。接着就是把西谷米倒入煮滚的开水里面，过程中一定要持续搅拌，等到它大滚之后呢，关火焖熟它，这时候芋头也蒸熟的差不多了。然后这里我只有稍微用汤匙压一下，因为我想要保留多一点芋头的口感。这里我没有使用椰奶，因为男友不喜欢吃太甜，所以我加的是鲜奶。把它们都倒进去大锅里，稍微煮滚之后，加入一点点的砂糖，稍微搅拌均匀之后呢，就可以去看我们的西谷米啦。西谷米煮到这样子就可以了，倒进冰水冰镇一下，这样会更好吃哦。最后就是把它们结合在一起，这样就大功告成啦，真的超级好喝的。